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啊，所以这解决不了问题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也尝试这个农作物不用杀虫，啊，不用这个农药，不用化肥，啊，用过去从前古代老方法来种植。啊，这些病害虫很多，我们跟它沟通。那像我们的菜园，我们画一个聚落，这个菜园专门供养你们，你们可以到那边吃。啊，那隔壁那一条以外的选，那是我们吃的，你不能来吃。哎，他很守信用，啊，比人好。人有的时候说话不算话，那小虫说话算话。啊，他竟然说他就吃他的一块地方的，啊，其他都留给我们。我们试验了差不多有十年了，很有效果，啊，而且长得农作物长得比一般，啊，他们的长得还好，啊，这就说明啊，可以用沟通的方法了。果木树也是一样，啊，我在澳洲的时候种了很多果木树，鸟来吃，跟鸟约定，啊，指定几棵树。专门给鸟吃的，其他的时候不是吃的，鸟不可以去吃，它都守要，所以些小虫小鸟都很听话了，很好相处啊。那么最近，齐素平居士在这个庆云啊种了一片小麦。400多亩啊，长得很好啊，在收割前几天的时候发现的时候有这个有虫，大家都惊慌了啊。到最后齐素平也想通了，我宁愿400亩这个小麦不要了，供给虫吃，我也不杀它。啊，带着这个第一些同修们到这个小麦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就在那绕佛，在田埂上绕佛，啊，念了半天以后，啊，到第二天，他说下了一阵雨，刮了一阵风，再去看那个虫，一个都没有了，丰收，大丰收，啊。附近的农民都非常惊讶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这大家亲眼看见过。他打电话告诉我，大丰收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就不能跟这些小虫结怨呐。啊，所以这些小虫都有灵性，都懂得人的意思。你以善心待他，他也好心报答你。啊，不来找麻烦。下面这有个问题，还附带三个小题。它是一个国家的昌盛和繁荣，除了个人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之外，个性的创造和科技进步是否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？啊，它底下有三个问题。它如果不是，那么以前礼教盛行的中国，为什么多战乱、多外辱？这些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群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道德。中国过去收获了科学技术，啊，被外国人欺负，啊，受了很多耻辱，啊，这在历史上我们能记忆到的。那么现在外国的科学很进步，技术很进步。你慢慢的看，他们现在遭遇什么困难？比中国过去遭受的这个困难的时候，要增长百倍都不止。
这个因果你有没有看到呢？啊，科学技术发达到今天，科学家说已经走到世界毁灭的边缘了。啊，中国人不是不懂，很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为什么中国人不提倡？他有他的道理。啊，这些事情，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，你去看一看汤恩比的书，他讲得很透彻。啊，而且他讲到解决21世纪的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，他就需要孔孟修说跟大乘佛法，他没有讲科技。啊，那么他说的话你能相信吗？这是大问题，这不是小问题。啊，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讲得圆满的。啊，希望你用心好好去研究。啊，如果是，那么在当代教育的实践当中，怎样才能将两者啊有机的结合起来？如何让为政者经注意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？啊，这个问题严重性和紧迫性的时候，几乎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也看到了。啊，为政者也看到了，现在在想方法，啊，想不出方法。啊，这些事情我曾经参与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，啊，我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一共参加了11次会议，与会的学者专家确实令人佩服，令人尊敬。啊，他们真是智识人人，都想解决问题，没法子。啊，那我们提出这个汤恩比博士的这个提示，啊，说这个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真能解决吗？大家是半信半疑，那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？啊，我的看法呢，他的话没说错，我们解读他的话有问题。啊，今天一般提到孔孟学说，大家一定就想到4书5经13经，就想到这个东西；提到大乘佛法，一定就想到大乘经典，啊，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、般若，都会讲这个东西。好啊，真好啊！啊，真能解决问题呀，不能普及。那为什么太深奥了？啊，那汤恩比的话有没有说错的？没说错。你要晓得，儒释道三个根，啊，把这三个根普及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啊，儒家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根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根《十善业道经》，都是很薄的这些小悟性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给我们选的时候，基本经这个经教30种的时候，里面就有这个《十善业道经》。我们提出这些报告，
大家听了很新鲜啊，很欢喜。可是会后啊，来找我谈话啊，说法师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，不能落实，没有信心啊。事出世间法里面都告诉我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信心太重要了，佛法里面把信摆在第一了，世间法也把信摆在第一了。啊，五伦里头朋友有信，啊，没有信心，什么事都不能成就。啊，那要为了建立信心，我们只有做实验。啊，今天人必须看到他才相信。啊，所以为这桩事情。我们才在这个05年11月啊，开始在安徽庐江啊汤池做实验。我们办了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啊，只实验弟子规，就这一门东西。我们用这个小镇，这个小镇12个村庄，居民45000人，48000人，啊，男女老少一起学，不到半年，效果卓著。汤恩比所讲的话落实了，啊，证明没错。啊，很难得了。啊，在这个06年的10月啊，我们能把这桩事情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，还做了3天展览啊，告诉联合国这些朋友们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确实能够解决冲突啊，能够化解冲突，能够帮助社会和谐啊，胡主席所讲的和谐世界不是假的，是可以做得到的下面第16题啊，他说弟子从事司法工作，现在由于人心私欲膨胀而引发民众好争斗心诉讼，弟子怎样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引导诉讼当事人罢息诉讼，平息纷争，怎样做才能真正做到戒案事了，化干戈与为玉帛。这一桩事情，我们协会有一套光碟，是海南监狱用《弟子规》教化这些服刑的人，收到殊胜的效果，啊，可以提供你做参考，必要的时候。你可以到海南监狱去做一次访问，实地去调查，啊，也帮助你解决问题。下一个问题，他请问：出家中与居士家中常住，若其他居士供养蔬菜或水果，是否需估算这一些果菜的费用，然后啊，将这些钱给法师？才不算犯偷盗戒。我们最好把这些分别执着放下啊，因为这样斤斤计较啊，这麻烦就太大了，这个学佛就太难了啊。法师住在居士家里，
这就等于一家人嘛。这个居士家庭也是道场嘛。那道场里面要修六合敬嘛。六合敬里头有一条，利合同均。那就是这个生活供养啊，大家都平等。不要分那个，这是供养法师，我们不能吃，我们吃了要算多少钱，把钱拿给法师。这法师在这个居士家里能住得久吗？啊，能不起反感吗？啊，所以不要有这些念头。啊，法师住在这个接受居士供养，偶尔可以，要是常住，啊，如果他家里生活不是很富裕，他要养你，他怎么养你法？啊，这个你得到的供养也要养这一家了，也要报施主恩呢。啊，怎么可以这样计较呢？下面第十九题，他说：“我处伏击之风甚险，多教人去疾避凶，保佑家庭升官发财等四项。教人于初一十五上香，上香有九支十二支不等，许多人还遵照制行，获利啊颇丰，不知此法是否妥当？”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伏击，啊，很小，啊，很小，也有十二三岁了，啊，在附近，我很相信，啊，因为这个伏击的人不认识字，我临时抓来的，啊，找些什么人呢？都是拉黄包车的苦力啊，卖柴的，卖水的啊，这现在都没有了，现在用自来水用瓦斯没有了啊，在从前樵夫，那他们都不认识字，没有文化啊，随便在这个街上就请他过来，两个人扶，一个人扶一边，也不是一个人啊，真的在沙盘上会写字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他会写字，啊，他手跟着那个沙盘去动，哎，字写得规规矩矩，一点都不潦草，啊，写得很慢。我们在旁边看，看的时候都认识，都能把它记下来，啊，感到非常奇怪呀。啊，他下来之后，你再写字，他不会写，啊，所以我相信的是真的。啊，以后我住在台湾，台湾也有伏击，他有机筒啊，那是他的专业，别人去伏的时候就伏不出来，那必须要他。我就感到很纳闷啊，我去看他伏击啊，那个机坛动得很快，那沙盘上动得很快啊，我看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字都没看出来。只看他的乱动，速度好快，他口里头念念有词，旁边给他记录，我对那个很怀疑，不相信。那我把这个事情啊向张家大师报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啊，他这个东西是有，啊，而且都是什么灵鬼，冒充佛菩萨，冒充神仙，啊，他说不太可靠。啊，而且告诉我，满清亡国就亡国在腐乱上。啊，慈禧太后相信这套。啊，所以宫廷里面国家大事，请机腐乱。啊，就听他这个集团里面的指导，清朝亡国了。啊，所以老师这样叫我把这个事情说明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够相信。啊，要相信佛在经上的教诲就不会错。
啊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。下面第二十一题，他说这个弟子曾经遵照神坛之言，请的观音像、财神像回家，但儿子就把他们搬烂了，摔烂了，啊，且从此学习成绩下降，性格变得非常暴烈，不知怎么办好。对，这是什么呢？得罪这些灵鬼。你既然把他请到家里来，你不好好的对待他，你把他砸碎，他能不生气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要调解，啊，要帮他供牌位超度，啊，不要在自己家里，啊，找道场，啊，供他们的牌位超度，啊，这事情就可以化解。第二十二题，这《地藏经》啊。首推孝子，可是当年释迦牟尼佛立家修行，未经父亲同意，是否属不孝？而且《地藏经》里怎么没有孝敬父母，只有啊孝敬母亲啊，没有孝敬父亲，只有孝敬母亲？他底下有三个小问题，他怎样理解背逆父母的背逆？儿子，现在讲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困难啊！为什么困难呢？因为整个社会都不讲孝道了，所以现在讲孝道就很不好懂了啊！古时候啊，社会普遍着重在孝悌忠信，所以提起来大家都有印象啊。现在没有了。这个概念很难建立啊，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困难啊。孝这个字，所以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它有它的特性啊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。它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，在全世界文字里头找不到它智慧的符号。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晓得它的意思啊。你虽然不认识它，你念不出来，但你懂得这意思啊。所以你知道这文字的构造啊，就妙极了。你看孝什么意思？上面是个老子，下面是个子啊。现在人所讲代沟，那有代沟啊，就大不孝了。啊，这个字的意思呢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。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啊，在佛法讲，数穷三极，横遍十方啊，是一个自性，是一个性体，这个符号都没，含义多深。啊，所以中国人纪念老祖宗，这个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。老祖宗你没看见啊？几十年前、几百年前、几千年前，你还在纪念他啊？所以认为这是迷信啊？这不是迷信，真正明了啊，这个祖宗跟自己是一体的时候，这是孝啊！啊，所以孝道啊。纪念祖先，明德贵厚啊！你看看，没有见过面，不认识的啊，千百年的老祖宗，你还纪念他啊？你还很爱他？眼前的父母，你怎么会不尊敬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这个是我们孝敬父母的根呐，敬祖宗啊，啊，爱祖宗啊。孝道的内涵就是亲爱，父子有亲，这个内涵就是亲爱啊。你看父子这种亲爱啊，母子的亲爱啊，在什么时候看？我的体会就是最好在小孩三四个月你去观察，
你看父母对他的爱护啊，小孩虽然不会说话，你看那个动作，你看他的眼神啊，他对父母的这种爱，那是天性啊，这个不是哪个教的啊。所以中国的教育就从这里兴起，这是自信的流露啊！啊，中国教育的目的根源就是父子的情爱啊。教育的目的是如何把这种情爱啊，就是父母对子女、子女对父母这种情爱，一生不变质啊，这是中国教育的目的啊，爱的教育啊。第二个目的呢，是把这种爱发扬光大啊，爱你的兄弟，爱你的家庭，爱你的家族，爱你邻里乡党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发展到最后，凡是人皆需爱。这种教育从小培养这个族群，他当然是一个和平的族群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呀，集结我们常讲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了，啊，五千年来太平、长治久安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个教育。啊、所以中国教育是以孝为中心呐、啊。啊，没有提到孝敬父亲，叫他孝敬母亲，难道父亲就不孝敬了吗？他推广的时候，到凡是人皆需爱，啊，你说他爱不爱他的父亲？啊，所以文字上没有啊，意思他都包括了。啊，那么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历史。家庭历史是家谱啊，啊，家家有祠堂，啊，祠堂是供奉祖先的，啊，老祖宗追溯到最远的，啊，那么中国有文字到现在4500年，皇帝时候创造的文字，皇帝以前没有文字，啊，但是从传说当中我们知道。皇帝之前有神农氏，神农氏之前有伏羲氏，啊，这都非常可靠的历史。啊，神农到皇帝500年，伏羲到神农也是500年，得1000年呢。啊，孔夫子集大臣。是集古代传说的大臣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，到孔子时已经有文字了，把古代的传说记录下来，传给后世。啊，所以中国人称啊炎黄后裔呀，啊，炎帝黄帝。啊，伏羲氏的后裔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每一个姓氏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呢，是把这个摧毁了。啊，祠堂没有了，家谱没有了。啊，把中国人的这个孝亲祭祖的根毁掉了。啊，可是现在你看看，说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啊，我看国内很多地方新建祠堂啊，有很多人呢在修家谱啊，这是什么人性啊，出自于人性啊，慢慢还是会恢复起来啊。那么现在就是政府也重视传统文化了啊，这些都是好事情啊！啊，这个会给社会带来安定，给世界带来和平。
啊，所以这个中国的文化是孝的文化，中国的教育是孝的教育，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啊要知道的，啊，那你是怎么样理解悖逆父母？你去读孝经，啊，这个书现在非常普遍，啊，也是中国人必须要读的。那么佛陀当时已有僧人寺庙了，那佛祖成佛之前的时代，寺庙信奉什么？啊，佛陀当时的僧人没有寺庙，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啊，像经典里面讲的住林经舍，其树皆孤多园，啊，这是使居士、国王、大臣提供他们的别墅花园，来请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，啊，世尊也很随缘，你来请我就去，啊，但是讲完之后，这个道场是有主人的，啊，佛并不要，佛离开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是在树林，啊，在野外，不是在房子里面。啊，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寺庙。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有寺庙。印度有很多宗教，他们的宗教比佛教的历史早，啊，尤其是婆罗门教。啊，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。啊，我跟他们接触很多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有一万多年的历史，啊，但是他们有文字记载，有传说，啊，可是现在国际上承认他们的历史至少是8500年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比释迦牟尼佛早5000年。他们有寺庙，他们拜神，拜大梵天神。啊，佛教里面尊重一切的神灵，他不拜神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对神尊重有礼貌。啊，对人有礼，对神明也有礼貌。底下一个小题，就是经上没有讲佛菩萨他们是怎样具体修行的过程。只有法愿和总结的智慧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，然后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和应用。你看的经不多，如果看的经多了，你就不会说这一句话了。为什么呢？经上没有讲佛菩萨他们是怎样具体修行的这个过程，这个话经上讲的太多了，几乎每一部经都讲到。啊，要不把修行的方法讲出来，那这个经不是白讲了吗？讲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步步经上都有啊。啊，弥陀经上叫人念佛了，讲得很清楚啊。你看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这是若七日，七是圆满。啊，不能说为七天。啊，其实圆满的数字叫你是有耐心有恒心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念到什么时候你就成就呢？念到一心不乱。啊，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。啊，你得念佛三昧啊。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决定在心不颠倒。啊，心不颠倒是决定往生。啊，就是你临走的时候头脑很清楚，没有杂念。啊，临走的时候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向往着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。这怎么会没有修行方法呢？那华严经教给我们修实行，啊，是住是行
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讲得好清楚啊！啊，经太大了，讲得太详细了。啊，有些人觉得希望能够简单一点、扼要一点，我们能抓住纲领。啊，华严宗的祖师慈悲啊！啊，度生和尚初祖，贤首过师三祖。啊，你看他们提供我们一份华严修行重要的原理原则。啊，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修华严奥旨，望尽还原观。啊，我们也在这个讲经当中啊，把这部经插进去啊，也算是一部经啊，华严经修行的方法。我们讲了48次啊，96个小时啊，华严经修行详细的方法。啊，怎么会没方法呢？能没方法怎么行呢？啊，抓住这个纲领，依教奉行，就能入华严境界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梦境的多少是否代表心清净多少？梦境多，心就不清净；梦境少，心就清净些。如果不做梦，是否啊心真的清净无染？你前面说的有道理啊，梦多心是不清净，梦少心是清净，但是不做梦不代表他心清净啊。那什么是心清净呢？烦恼没有了是清净啊，也就是像华严所说的分别执着没有了，清净心就现起啊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不再执着啊，得清净心，得清净下品啊，不再分别呢，得中品清净心。中品清净心是菩萨，下品清净心是阿罗汉啊，上品清净心是佛啊。上品清净心是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很难，太难了啊。起心动念极其微细，我们一般人自己不能觉察啊。这个在华严经佛讲得很清楚啊，很透彻。下一个问题，他说请问出家众被鬼神附体是否因戒律不严格所致？是的，这个一点都不假。如果戒律很严的话，鬼神尊敬你，纵然是冤亲债主他也不会伤害你啊。那你不持戒啊，你不像个出家人啊，鬼神瞧不起你啊，他来找你麻烦啊。这个例子很多啊，在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悟达国师慈悲三昧水忏啊，你去看慈悲三昧水忏那个因缘，哎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悟达国师十世高僧呢，他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他死了又投胎到人道，又出家，啊，连续十世，啊，十世他修集的这个功德，啊，第十世成为帝王师。成国师啊，那个持戒很严很清净啊，皇上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啊，我们叫太师椅啊，这个太师沉香雕的非常名贵了。你看现在你们看到沉香，沉香是论两卖的，价钱非常高，那一个宝座还得了啊。他接受这个宝座，他一念傲慢心起来了，
啊，感觉到就非常荣耀。你看看在天下这些出家人，哪一个人能比得上我？这个念头起来了，护法神走了，冤家债主找来了，几乎送了命。啊，这就讲你那个戒稍微缺陷一点，你的冤亲债主就找上身来。啊，这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佛菩萨会不会为了磨练人而为人增加各种磨练的机缘？人们求愿有些成有些不成，这些不是啊，这是不是符合因果规律？佛菩萨不会磨练人。佛菩萨要会磨练人，他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执着了。啊，这不是显然的吗？啊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佛菩萨随缘妙用啊！啊，随缘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；妙用是什么呢？他从来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这是佛菩萨啊，不像我们一般人起心动念的，不是啊，它是自然的。自然为什么会起作用？这个道理很深，很难懂。那现在我们看到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，水是矿物啊，我们以爱心对它，它就有很好的接近反应给我们看，它有没有起心动念？他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为什么会现得那么准确？我们不高兴对他，他现的结晶就很丑陋，是自然的反应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凡夫了，起心动念呢，就堕落在十法界里头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超越十法界了。我们中国人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有了分别，就变成阿罗汉了；有了执着，就变成六道凡夫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就这些理事都要懂得，然后知道我们怎么个修法。啊，我们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磨练自己，不是佛菩萨磨练。佛菩萨要磨练我们，那我们不个个都成就了吗？那哪个不成就呢？啊，所以不是的，自己磨练自己，你自己成就了。你自己不肯接受磨练，那你就不能成就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所以要懂得磨练是好啊。那人家来回报我、骂我、欺负我，哎，我一想，哎，这他在磨练我，我不生气，我不报复，我还很欢喜，很感谢他。你一定会成就。那如果你人家欺负我，我要报复他，那你就不能成就了。啊，你将来是冤冤相报。啊，抱来抱去没完没了。啊，这就是因果。下面第26题，他说在整个宇宙当中，众生可不可以转换生存空间的？万一地球毁灭了，众生啊，众生去哪里？是不是就如《地藏经》中所说的，此界坏时即生他界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，他方坏时辗转相继，此界成后还复而来？对啊，经上讲的没错啊。啊，所以众生死后啊，不一定在地球，
也不一定在娑婆世界，啊，他很可能到别的世界去了。哪里跟他有缘，他就到哪里去了，啊，不一定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于眼前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留恋了。啊，知道什么？像我们旅行住旅馆一样。啊，总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这个旅店的，要到别的地方去的。啊，离开的时候没有留恋。啊，没有牵挂。啊，你走得很自在啊。啊，那念佛的人希望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不是这个地球。啊，不是娑婆世界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身患颈椎病困扰多年，啊，虽治疗但未见效果。他说我自己感觉这不是身体的病，应该属于鬼神责难和业障病，请问呢，如何用佛法来治疗？你的想法是正确的。啊，治疗自己的疾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真诚的忏悔。啊，知道自己心行不正，啊，造作的罪业，明了之后啊，从今而后啊，再不造业了，啊，再不造恶业了，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大。你真的能发这个愿心，真能够回头，就是冤亲债主都佩服你，都会受感动，他就不会来干扰你。啊，如果再能够，啊，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这就化解了。啊，超度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啊，超度不一定有形式。我们在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看到谭虚法师所讲的故事，啊，谭老法师在没出家之前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中药铺，啊，当中有个合伙人姓刘，刘居士，啊，这个刘居士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每一天念楞严经，啊，他真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他读楞严经读了八年，八载寒窗读楞严，啊，八年积下来的功德，心地清净的，哎，念念呢，他有这个经教啊，啊，所以有一天中午，在药铺，啊，没有什么这个客人来抓药。他们在柜台上打瞌睡，打瞌睡他就做梦。啊，打瞌睡时他看到有两个人进来了。啊，两个熟人。啊，一看的时候才晓得两个鬼。啊，是从前跟他打官司为财务纠纷。这两个人官司打输了，上吊自杀了。啊，他非常后悔。啊，不应该做这个事情。他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，恐怕是找麻烦。所以他也很害怕，结果看两个人的时候，来的时候，态度很缓和，他也放心一点。走到他面前，两个跪在他面前，他就问他：“他说你是为什么事情到这儿来？”他说：“求超度。”他就放心了，求超度就不要紧。他说：“我怎样超度你了？只要你答应就行了。”说：“行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啊，我答应超度你。”就看到这两个鬼的时候，缠着他的膝盖，他坐在那边，缠着膝盖，缠着他肩膀啊，就升天了。那他不在形式，你真有功夫啊！啊，接着以后又看到一个女人带个小孩，这一看是他死去的太太的儿子。两个来了，来了也跪在面前问他干什么，求超度。
啊，也是讲这样答应行，他答应你啊。看到这个妇女给小孩的时候，踩着肩膀就是上去了。啊，这一下醒过来之后，把这些话告诉大家。啊，所以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做超度的，这个主法的人，要有诚，要有修行的功夫。啊，归神真的理。啊，所以这个做佛这个超度法师的人多，人多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总有一两个人有功夫嘛。啊，那就得他的力了。啊，所以不可以轻视啊。尤其不可以轻视在家居士，啊，在家居士有很好修行的功夫，加持主持法会的法师，啊，那么另外一种叫诚心诚意有感应，啊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啊，真诚心做这场佛事，归神得利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因造作邪淫，感染了不可治愈的疾病，而且这种病症啊，好像也传染给了家人。他说我真的好后悔，请问老法师，我应该怎么修行？像我这样的人，也能往生极乐世界吗？如果佛菩萨不嫌弃我，我每天按照净宗的早晚课啊，和你提倡的生念法。”这个送佛号啊，是不是可以？需不需要吃准提咒？不必吃准提咒，你就照这个方法去修就行。诸佛菩萨不嫌弃你啊，你造了恶业啊，是你过去多生多劫不善的习气啊。那么，尤其现在社会人不良的风气，佛菩萨不会怪你啊。你认真努力。忏悔，改过自新，啊，后不再造，啊，认真努力学习，啊，断恶修善的时候，你佛菩萨会加持，会照顾你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老法师说，我们都太在意我执，并为满足假我。而奔波忙碌一辈子，但是若每一个人都不为满足假我的生计而奔波的话，人类社会怎么维持？这个事情你操心太多了。那你要是不管这个事情，这社会就不能生存了吗？啊，就如同啊，我遇到好多个人问我，他说法师，如果假如每一个人都出家了，这社会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我就问他，你肯不肯出家？他不肯。我说那社会有救啊，你不肯吗？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出家了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说是破我执是极少数的人啊。你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几个人把我执破掉？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？一个都没遇到啊！啊，我执破掉的时候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哎，你就晓得你的一生一个阿罗汉都没碰到啊！啊，法执破掉是菩萨了，你更遇不到了。啊，那你所遇到都跟你一样的，所以你大可放心，这个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变化。啊，他底下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如果每个人都觉悟了，是否就没有六道了？那么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？啊，是偿还业报吗？哎，这是佛说的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确确实实是偿还业报。啊，这是佛经，佛在经上说的。
人在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来到人间？佛说，人生酬业，你过去做的善业，你来享福；你过去做的恶业，你来受罪。啊，这个就是人生真的是来到这个世间酬偿业报的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讨债还债的，也算是酬偿业报。啊，欠命的你还命，欠债的要还钱，因果通三世啊，不是一生就了了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所以聪明人才想怎么样跳出轮回，不再搞这个杀死了。啊，轮回之外好的世界多得很呐，啊，不是这一个世界。啊，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已经做了大量释寂禅师中风三十心念的光盘，一盘24个小时，连续不断的能播放7天，发到各神仙，是各个地区居士家，请他们常年放光盘，7年至10年都可以。下午是2点半。我自己选定的时间，效果是否一样？啊，请老法师开始，效果一样。啊，常年的放有好处，因为这个法师是名扬两利。啊，我们从许许多多灵媒得的这个信息，啊，许多鬼神非常欢喜这个法门，啊，大家都在修学这个法门。带的利益很大，啊，这样做很好，啊，自己一面帮助别人，自己一面做得更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后面还有3题，我们留到下个星期五再解答。